他的优点是金钱管理不错，守得住钱。对，这个对最大优点。蛮善良的，然后有很多朋友。就是有时候工作太晚或者很忙的时候，他会自己主动去挖猫砂，还有洗衣服和掉衣服之类的，对吧？就是还蛮感动，就是有观察到我的精神状况还有体力，然后去弥补一些家事。有时候常常会观察我的情绪，然后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就会来问我心情到底现在是如何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很开心，他也会马上发现，就情绪上面的很多小东西，他都会发现，蛮长的，蛮细心的。希望可以再一起努力赚更多钱啊，然后再买一间更大一点房子，然后继续精进自己的厨艺啊，煮健康的食物，然后身体健康，这样我们可以长长久久。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去很多国家，增进这个世界的见识之类的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，然后快快乐乐的一辈子，一起加油！